部區誓師大會現在開始。劉國勳，劉國勳，理想情人劉國勳，呢排日日升國旗，呢排日日升國旗，選舉支持陳國旗，選舉支持陳國旗，陳國旗歡迎啊！犀利啊！日日都咁犀利啊！好，跟住嚟，唔好俾佢停啦！黃碧嬌，黃碧嬌，黃碧嬌，彪阿嬌姐個個都唔陌生啦，係嘛？啊，係我哋支持陳克勤，克勤仔嚟到啦！好啦，連坐。连楚强医生，强哥，有实力，有实力，有才华，有才华，嗰个就系刘江华，刘江华先生，系犀利啦，真系。各位大埔区嘅助选朋友嘅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日咧系奥运仲系举行嘅期间。但都有咁多嘅朋友出席咧，我哋非常之感動。所以咧，我首先咧要代表我哋呢個團隊咧，向大家致以衷心嘅感謝，多謝大家，多謝多謝多謝。加油！中國隊加油！民建聯加油！中國隊加油！民建聯加油！哇！日日咁叫咯，好嘛？我哋好希望咧，我哋能够带动整个大埔区，能够所有嘅老友都能够支持十号，支持十号，支持民建联，支持民建联，投票投十号。投票今日咧就嚟到同民建联助选，嗱，净系睇个口号咧，十足服务，一生承诺，系咪值一百分？好多谢大家。今日近期很多人问我两个问题，有一个问题就话：喂，你点解唔选啊？咁样，我答佢：民建联是一个有前景的政党，是一个有活力的政党。如果你有很多后生仔有承担的，所以我哋要俾啲后生仔出嚟，嚟到继续为市民服务。但系第二个问题问我啦，咁到呢个团队点样啊？我我話過往四年喺劉江華帶之下咧，我哋服務咗大家，服務好唔好啊？好，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。但係我今次唔選，我並唔係拍下屁股就走。我要留翻個職位，俾一個有實力、有承擔嘅人嚟到繼續工作，繼續為大家服務。呢個人諗咗好耐。想嚟想去咧，諗到一個陳克勤，多謝 Uncle， 多謝咁多位俾我依個機會可以參與立法會嘅選舉，喺呢度衷心多謝大家。好，好，我知道今次嘅選舉咧，我哋係好艱難嘅一場仗，我哋每一日6点钟就起身，7点钟就喺街头同我哋嘅选民见面。每一日咧，我哋都有好多嘅助选团帮手。我之前咧参选报名嘅时候，我磅过，我瘦咗5磅。最近咧，我啲助选团亦都同我讲咧，佢同我一样系瘦咗5磅，即系话咧，大家嘅努力咧系冇白费，亦都冇呃人嘅。喺度衷心多谢咁多位助选团朋友，多谢你哋。1、2、3，哇，数唔清添啊，快到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。高啲得唔得？高啲，35，高啲更高。点玩啊？红包好，嘿。哇！犀利，上嚟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三，呢个好犀利噶！哇，呢个好夹组啫，夹组系嘛？哇！犀利，犀利，
同埋阿连楚强医生，同埋连医生，你哋两个喺今日喺度表演啲咩先？你一睇就知道啦，你睇我哋几强劲，你知唔知咩啊？十字拳啦、啊，睇到啦。嗱，我呢个咧就系右勾拳，佢呢个咧就左勾拳。我哋第一个打击就系打击通胀，使大家好过啲，好唔好啊？第二咧，我哋咧就打击病魔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冇病冇痛。系第三咧，我哋点啊？有对手聊事斗威，我咧打击对手，细啜两只。我哋细啜两只。即系我哋好似射篮球咁咧，八发八中。咁咧，虽然呢个波咧就冇乜气，咁但系咧有你哋喺度打气，帮我哋打下气得唔得啊？民建联加油！中国加油！中国加油！民建联加油！你一件战衣唔简单噶。好啦，知唔知道佢哋披上呢件战衣搞啲乜东东咧？全哥。系，知唔知佢哋搞啲咩啊？我都唔知喎，你讲下。你都唔知啊？系，佢哋犀利啦。从未有却步。